黑豆宝贝啊！你知道生活在海里的鲸鱼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溺死的吗？就让豹猫仔来告诉你这个小知识吧。鲸鱼的呼吸和人类不同，不是透过脑干产生的反射动作，而是大脑有意识的自主控制要不要呼吸。所以当鲸鱼睡着时，一定要维持半边大脑清醒，才能边睡边按时提醒自己该换气了。而当小鲸鱼出生的时候，真的会忘记呼吸，才需要鲸鱼妈妈帮助把它们顶到海面上哦。因为人类呼吸是反射动作，所以不可能透过自我憋气而把自己憋死。但鲸鱼因为可以自主控制呼吸，所以只要不想呼吸，就可以一直靠着意志力憋着不呼吸哦。听完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？